走。好，过一个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有点冷。我们今天带了这个一包卫生纸，卫生纸的下面是无印良品的蓝骨头。嗯。哎，这两个姐姐。好，我们要来说早安喽，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大家早安，我们要去上学喽，我们都穿外套了。好，比较想睡，天气凉凉的，比较想睡，看不到太阳了，本来这边都有太阳，不过至少没下雨了，至少没下雨。会冷吗？会不会冷？会冷。啊，没有帽子，这个没有帽子。还躲在我后面。小心！我踩到什么了吗？便便。我踩到了吗？有踩到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。还好没有了，没有。你这边一只。没有，还好还好。看起来有，实际上没有。踩到我就要去买彩券了。我都不买彩券，我抓个痒，等一下好痒，头发弄到眼睛了。彩券是什么？彩券就是抽奖的啊，大乐透那个啊，抽奖金的啊。跟着他们。谢谢。啊，前面已经红灯了。好，你走里面吧，我们走外面。也没关系，我们稍微加快一点脚步，跟上前面的姐姐。我们走里面比较安全。喝好多。还有三十几秒，我们跟着大部队一起。好，在这里。还是要认真学习，要开心啊，知道吗？哦，已经起来了，很棒。快轮到我们了，好，跟着大部队前进。
你口罩。你说。拜拜。是我的。戴起来吧。好，是吧？下午见，拜拜。大家健康，平安快乐，大家拜拜。